王子的约会，让我们在一起吧，宝贝。阿明哥，好可爱哟！今天有没有这种日系女仆？有有有，你看我有配合你啊。有，你有直视，有是那个我主管的感觉。可是为什么要这样穿？我还是搞不懂哎。因为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有关于日本的资讯。哇，你资讯特别多。是的。来，请说。最近呢，日本很流行帅哥老公。你知道什么意思？帅哥老公呢，不只是要长得帅，而且一定要是老公，不能是老母。不是老高哦，是老公，一定要是老公。然后呢，除了他长相帅之外呢，行为也要帅。所谓的行为帅，就是你在工作上能力强之外，回到家还要帮忙整理家务，怎么样？帅翻了吧？最好世界上有这种人啦！你给我做什么鬼脸啊？帅不帅？有这种人吗？没有，但是可以训练。你知道，因为呢，最近日本出了一本书，叫做《帅哥老公养成术》。对嘛，我就说没有，我觉得训练也训练不出来。训练的来，你听我说说看。书里面有一个 paper 很重要，我觉得观念很重要。因为呢，女生你要改变自己的行为举止。你在呢要求老公做家事的时候，你的态度很重要。你要站在一个什么样的出发点？比如说，你可以跟老公说，老公，你单穿围裙。感觉好性感哦，或者是说，哦，老公，你这样拖地，然后这样子扫地，然后身上全身都是汗，湿哒哒的，哦，汗水淋漓样子，整个 body 都在发光，好性感哦。不要再给我做鬼脸了。所以其实就是态度的问题。哎，你这样讲其实有点道理。对啊，你不能说命令老公说，如果你用命令的。这个老公感觉好像就是军犬 ，keyboard 对啊，对啊，这个用和缓的方式，老公也许愿意为你做一些事情。哎呀，你真的是领悟力很高哦。对对对，不过要看老婆是谁啦。听懂就好了。老公不是老公，什么老公？不是叫老公，老公在后台啦。不是叫老公。老公对不起啊，老公。玲玲，你害我，想害死我。玲玲。在节目上给我点面子，我就说，如果是你，你怎么讲，老公怎么做，对不对？好，好了，我们要这26个女生好好学一下。是的，欢迎他们出场。今晚26位女孩漂亮登场喽，有5位学生，21位上班族，其中有6位活泼的业务女孩哦。不止如此，还有2位很有爱心的老师。今晚的王子也蓄势待发，准备帅气登场喽！马上进行王子的约会 ，Take me out！ 好，欢迎第一位王子，看看王子的介绍。同学，不好意思，请问一下，你们学生目前最难的科目是什么 ？Don't worry， 我就是来拯救广大学群的物理老师。我总是让学生们可以开开心心的学习，轻轻松松的得分。在爱情的路上，我还是静止不动的。但是只要有了你，我相信我一定可以突破最大静摩擦力，开始往前进。这是跟微积分有关呢、啊。物理，上次是不是有一个物理专家高材生来？好像是哦。他说什么人跟人怎么这个距离接近就吸引力什么什么？有没有这件事？有。对吗？没关系，我们等一下问问这位物理老师，好吗？好，欢迎王子出场。你就会闪闪发光。你不要骗我们的，你是物理老师啊？对啊，但是很多人都以为我是体育老师。可是我觉得你比较像香港的山鸡耶，古惑仔啦，有没有？陈小春有没有？哇，你在学？陈浩南也在最近有些时候有些事情会找我帮忙。哦，那来往前一点。讲话你可不可以不要一直左右前后晃动？哦，好。他想要跳恰恰吧，有一个忍不住的感觉。他随时有出脚的感觉。哎，你平常？
会这样打扮吗？上学的时候，上课的时候？哦，当然不行啊！这样子打扮的话，那学生就 focus 根本都不在我教学的东西啊。那在哪里？那在哪里？就会在不应该出现的地方。对，所以我在怎么那么尴尬？你想太多了吧？啊！不过这个感觉你上课的时候是不是不太像老师？就是不是我们以前觉得老师应该有的那些教学方法？嗯，因为我觉得上课的时候，像以前的老师就会想说，哦，就照本宣科这样子，对。但是大部分的老师就是会把学生搞得像物理这一科最，尤其物理，对不对？对，他们都照着课本讲，那谁听得懂？我们请他自我介绍吧。好，不好意思，就我知道之前有很多位王子都是因为你们可能曾经在这个科目上面出现了一些阴影，在第一关就把它给痛宰了，所以请各位能够手下留情，我跟以前那些老师的那个教学的方式还有为人都不太一样。为人咧，我从里到外都不一样。你跟他们的为人不一样？我从里到外都不一样。他们为人很糟吗？对啊，你不能为了自己攻击别人哦。他们也不错啦，只是我可能稍微比他们好一点。你这个男的真的是自我感觉很良好。等一下，等一下，你看那个灯，你就知道这个方法有没有奏效了啊？对啦，对啦。啊，你可是你没有讲你任何的身高体重啊，星座啊，血型啊，来基本。你只是攻击了别人，不介绍自己，你没有发现吗？哦，不好意思。好，你讲。小弟身心害羞。对，我的名字叫做黄奇伟，我的身高是173公分，体重68公斤，我是射手座的，不要因为射手座就把我宰了，我是品质优良的射手座。你以为这里是电宰场吗？好，那就剩下最后一个小卡片。来，我们来看看这个有趣的王子。嗯，为什么是选他呢？不要讲出名字哦。感觉上就觉得他很亲切、很自然的感觉，因为我喜欢女生很自然的感觉。嗯，我不需要他像是说要跟我在一起而做了什么改变，我喜欢他本来的样子。哇，你跟他很熟哦。真的，而且他这样就讲别人的不自然的感觉哦。好，感觉啊，你觉得感觉好啦。对，我跟你讲哈，我们先看第一轮这个暗灯的反应，再告诉他一些诀窍，告诉你一些感觉。好，各位女生对于王子的第一印象如何？请选择。肌肉猛男物理老师为人超自信，他会得到女孩的青睐。